从2009年成立到现在，那主要是专精在高精度的齿轮加工系列刀具的代理，还有夹制具、修砂器，还有德国利伯海尔的齿轮加工系列机台。那这个是德国飞提的舍弃式滚刀，对。那再过来的话，还有比较高精度的英国的叉齿刀，然后小立圆刀具、量具，还有德国的液压膨胀新轴，跟钻石修砂器也是来自德国的产品。这样子，需求对于高精度是越来越高了，所以我们也是创办人也是希望说可以找好的产品，然后以很怎么讲合适的价格，然后带给台湾的厂商这样子。所以不管是汽机车行业啦、航太啦，甚至是电动车，对，这些产业都是很多在接触我们的产品这样子。对，我们本身有刀具设计，甚至是也有常常给客人有这部分的教学跟知识。其实本身在这个业界已经20几年的经验了，所以是真的是可以像我们说的，可以给人家很完善的解决方案这样子。对于新鲜人也好，或者是要转换跑道的，我希望是可以对这个东西有新的趋势、新的产品可以有更多的热情，然后想要了解这样子。